我们在这个树桩发现有很多地下型的白蚁，离房子很近。白蚁危害房屋的风险很高。通过我们检查撬开树皮，在里面发现有许多活的白蚁，树皮已经被白蚁吃空。这种砍掉未处理的树桩是很容易招白蚁的，它们躲在树皮和树木里面活动，只看外表是很难发现它们的。白蚁危害的隐蔽性很强，危害很严重，如果未及时灭治，会威胁到房屋结构的安全。下一步我们进行处理树桩里面的白蚁，我们使用专业的高压注氧设备，把药灌入树桩根部及树桩周围，药会渗透到白蚁巢内，将整个白蚁群体杀死，防止白蚁进入房屋危害。白蚁防治找虫害专家。我们不仅是虫控专家，更是您的环境健康顾问。